妈了个逼，就是省大。前期留两波团可以大到冰龙的，就是他妈省大，只有一个冰龙的大招能克我，其他都无所谓的。好好好，帮你怼炮神。哎，我这边放歌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这玩意能听到歌吗？要听不到。风起来，脚下一条腿是不是你的？我脚下有一条腿是不是你的？多不过分啊！哦 ，VP 有 VIP， 我操！达人和可能真界王 ES， 昨天那么 GA 零杠十六，你们以后可以照他直播间，你们刷零杠十六 GA， 见秒了是吧？零杠十六，我改进，我改进已经改好了。你妈中军我是屌的，我就不玩蒂芙斯了吧？好多人说我是挖岛，然后我说你们再说我是挖岛，我就玩蒂芙斯了。爸，屠龙这么强，你妈的，帮他们借网瘾，那肯定要他妈的。我卡屌，我卡很屌，一千九。哎，我们只要赢借网瘾，知道吧？我们要借网瘾就可以了。屠龙，我操，幽鬼，屠龙幽鬼。我感觉这把可以来个 BB 猪啊，小骷髅也可以。小骷髅也可以，哎，又比比比，至少减三百，上路拿什么打兔子啊？小骷髅啊，下路打兔子，小骷髅可以小骷髅单啊，对啊，可以让小骷髅单，我小骷髅是绝活，好吧？来张赏金，好不好？绝活小骷髅，可以，哎，别，赏金是贱兵赏金，双隐身不太好，是吧？别去嘛，那我们没控制了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感谢紫拉一雪送的珠子。他们拿个 VS 拿个萨酱油，我感觉我们会被他们打爆掉。打爆吗？没事，我卡二号啊，优秀表现。我们这边没空，你切换好丢吗？没空啊！妈了个逼！你看，对面一堆的，一堆的小狗军团。那个赏金去对面找，买个机器行了，人都可以不要了，我觉得。你们拿，这五个我都会。我来玩赏金啦！啊！狂战不赏金、啊！哎，你给狂战不赏金，真的，你给狂战不赏金、啊。这个逼就会玩赏金，别的都不会，快点给他。你要逼逼出去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他赏金剑。他赏金剑。没有打野就找我吧，我应该可以安心的打野。这么说你找岗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哎呦，我他妈的！这一次给你们好好的教学一把末日，好吧？十五分钟点金一仗，绝逼不吹牛。十五分钟点金。啊，野都没买吗？我操！我们这边两边他们那边五大哥，这一次我是寸步不离啊，我在野区，真的。我们十大哥举着方式，好吧，十大哥。他妈一保对面真热狗了，对面五大哥啊，我们也五大哥、啊。你妈一把四，我真是报警的。好吧，我们拖后期，又被身状也没狗，可不可以叫他疯狗啊？不过拖到后期确实强，动物有两个大。峰哥要改名疯狗了。张峰，我操！知道吧？我打得好着急啊！妈逼的！他们不会是两个打野的吧？啊！我的，你看对面他们兔子、小狗、军团三个都可以打野，一个在我们野区打野、啊，一个在自己打野，三人打。好像有人上了你的号，是知道吗？对啊，上了我的号，我一千就上了。张峰啊！凭什么？哈哈，你赐福！哎呦，我一巴掌！我操！王颖这么快就复发了，好，他给我套的那句话，我说好，他说一起吃经验，我就把好给删掉了。哇，这 YP 怎么那么凶？来怼他！啊，也被封了吗？难道？
有点过分啊，这 VIP。兔子呢？凭什么跟我对 A 啊你啊？你凭什么跟我对 A 啊？他们小狗呢？小狗在野区打野吧？兔子在我们家打野。这逼子走位，我凭什么跟我对 A 啊？完了，这把要被耽搁了，二十分钟出不来 A 仗了。兔子在我们家打野。凭什么给我？有没有人啊？小没有人啊？线上的线上的谁？线上的谁？过来！来了！哎，十下！我可以打两个，我可以打两个。他补刀多不多？他没加速度。那同学们，再一下，再杀 ！Nice！ 这个天我稳，好吧？狗逼在我们家打野，那老子不能搞他。多刀先走 A 了，多刀先走打了。我他妈怎么没补到？带给我吧，怎么样？你补啊，你补啊！他们好凶啊！我被兔子单个打野了。补刀肯定给大家的。就是小熊啊。没事啊，他没鞋子的，他拿到鞋子，他击我杀了，他那个鞋子我打了，你们慢慢换就行了。打了？你把别人鞋子打了？哎，他那个踢。来头狼的话打得更快，来头狼。他怎么这么多大药啊？这个少年乖。我先看一下，先吃东西。不少大药，一个大药较多。我去骚扰小狗子。先吃，你就骚扰小狗吧，金币服上路是。中路感觉可以游，还剩几级了？那三级级了。一级两级了。两级什么时候逛他一下？行，我去买个足球。他没什么，兔子已经回去了。兔子回自己家打野了。我去个加速服去上路买个足球，我就来吧。可以。我去买个足球就来了。可以。哎，金币服呢？我吃了。救我！你已经死了，帮你治疗。哇操，好他妈血脏啊这几个！哎，来毒枭加残废，毒枭加残废。A拉我倒。哎，能不能买个 TP 啊？别要我买吧，我他妈现在想毒枭。Nice！ 这种套路。干炮神。躲了有什么用？有没有 TP 啊？会求一个 TP 啊？拉！行，很关键，好吧？这 TP 很关键，我又可以跟少年怪对 A 了。你他妈不会踢出去就死了吧？别说你头猪打不过幽鬼啊！这种话我被他妈的两个人来游我干我了，一个兔子一个小狗，好他妈凶！完了，我没蓝吃野怪。今天你妈的杀这兔子，杀兔子！天火，三级天火，好吧，三级天火。完了，我感觉你妈的装啥逼呢你啊？大的能杀吗？我只能吃小的。哎，忘了下路天火，忘了下路天火。天行天火崩！我操！吃这个的吧。这好像差一点点。我的，你骗我的啊！哎，差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这东西怎么说呢？哪个恢复我赢了？真的，哪个恢复赢了？只能说他们今晚活了，再杀只鸡，只能说。对，王战斧这个贱逼他妈就知道杀鸡。鸡差不多活了，再蹲一次。妈的，完了好惨。哎，两个隐身妖怪怼他一下。不，我在上路在线，一会儿等我到那个六七级的时候。你真的要我来吗？我不来。你不来就不来，我慢慢憋个点你回来。你看我的状态嘛，我来送的。啊，这个鸡又来了，鞋子一辈子老了。想拉鞋你还想？又一直一发。Nice！ 发工资发工资，你这么贱的吗？他妈！杀两次鸡了吗？你都已经。杀两次了。哎，下路有没有人救啊？我靠，双套子这头猪好可怜啊！这个子阳想拉血，换掉，拆一下。干了，挂了天火，狗换掉了。我操，这个狗为了救乖神，点了，听我的，乖神杀了。拿个是，别急，我下路我看走位，下路中路不杀，我下路看走位。算了，我走了。不，我就要杀他。来杀，少年乖，我天。妈了个逼！老子这把补刀有点懵逼，我操！一直他妈在听他们喊，不好杀，好吧，不好杀。我先回家了，我不好杀。行，五十点蓝换别人100点蓝，这个技能好有用。我去打个野的，出个野手，好吧？你跟我先混一下，
不会没有，对面好凶啊，我操，动不动就伤了。你们把人头给我，我点你手了，我操！啊？刚才有鬼的人头，要是我拿了，我点你手了。啊，那个人头讲道理可以拿，谢谢贝贝的女朋友啊，谢谢贝贝。那凭什么装逼啊？我他妈让你装逼啦！我还差。差一点，这个人马他妈个逼的吃了之后感觉没作用啊！这个彩他妈好蠢，打野也没什么帮助。道理道理，帮他们接网瘾啊！你打野 PK 下路完了，兄弟们，哎呦我他妈要死了！怎么了？哎呦这三个逼，哎呦喂，完了不了！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，等一下，零杠几了，上神？啊，一杠三了啊！没有一杠几，一杠几不是零杠几，别乱说，别乱说。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只要你不是零杠，只要不是零杠十六都能赢，好吧？我不服。一杠三，一杠三，好说好说，一杠二，一杠二，现在一杠三了。哎，我你们说怎么跟他们商量一下才会饶我一命啊？说丢体力，你一杠三了，不可能活的。他妈在这种位置，别人可以追到三塔去，信不信？可以，别人追到这里了。两个图都会爆出来、啊。我找不到狼，我想吃狼。他妈两个狼会怎么样？他妈想太多了。对啊。对面两个三级的，两个六级的。一七度呢？我这边是一个七级，一个六级，然后两个五级。我这个十个人死了就六级了。完了，我感觉七八米。啊！五米再分给一米嘛，除非我。黄战斧杀了两次鸡。我知道，我跟这个，你跟阿牛讲一下吧。我现在都快不上班了，我都不上班了，你跟我讲什么？够浪，是吧？你是叫我去他们家打野吗？你这句话是说对面家有狼吗？又叫能不能来？要不要我去他们家吃狼？要不下路来一个跟我一起吧，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可以搂他们三个来。肯定死了，救不了你的这个位置。啊，你找他好了。不是，我都快。意思？干了不干了？我操！他三分钟、两分钟买个鞋，六分钟还没拿吧？我操！反正不行嘛，就切当板，像二期就切当板了，对吧？我这位置有点尴尬呀、啊，讲道理啊。你看吧，回来。我花了2000块是因为我看一下，1964。两千分他很慌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为什么敢拿高分啊？我也在想，他为什么敢拿？他凭什么？在我对面还敢玩高分？感觉可以杀毒龙，你妈的！啊。问题不大好吧，他们虽然杀了我，但是又骚扰了两个打野的经济，嗯，不错，没事，我无减肥好吧。这个毒龙丢大招的话，他肯定要把我删好友了。再拉一下，接再拉一下，肯定给他上了这个。没事兄弟，你他妈多大他多大他几下，你多四个好友，只丢一个不过分吧？你丢一个赚了赚了赚了，你要不算账。我操！哎，兔子走了，我他妈再可以嚣张了，妈的！他们要变鸟了，他妈的，杀不到这个鸡了。那你杀不动啊？我有火人，我有火人。哎，这边野怪，这边野怪没了吗？这边野怪是没的，对。我操！等他补车，等他补车。哎哎，这上面有一个，哎，他进商店了。150加65等于多少？哎呦，我操你妈！哎！哎，救不了，哎呦，这救不了，他妈的好了，他妈开个大海把我暴露了。你妈咪死了！我日他妈！哎，不会杀不死吧？你死了我也升级了！你死了！妈的！哎，我日我你妈！你觉得我天空可以炸得死他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！嘣！下路来人怼我了，请求支援！你怎么一直在请求支援啊？我操！三级套，三级套，三级套，这个是。回家一趟，拿点金手出来点。天，我这个小狗死了！下路我来了，下路我来了。下路去个人在线，下路去个人在线。
上山，你摄像头不上山？我他妈看到兔子在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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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前面练实一点，不要紧的，有末日有末日，很稳。上山你去搏，上山你去搏，我来那个，我来上山。我去找人，去找人。我最后一个贴，我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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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急别急别，我吃个怪吃个怪吃个怪。我老先贴火，我老下路，这个先贴火，先贴火，先贴火，这个。这条猪已经被他们提款了，这条猪。这个兵，这个兵，这个兵。等我吧，等我吧，等我吧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真不好弄，他补远程。小骷髅 A 叉，他哎，我要 A 了，我要 A 了。不然我隐身时间到了，来来来，砍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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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个弟弟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听我的。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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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哇了，下次这个兵就直接直接接火，没事的啊，伤害低一点无所谓的，我伤害很高，打不到啊，没事没事，别紧张，打不到就算了，打不到就算了，别紧张，没事的，没关系。隐身隐身，牛逼，带粉了，带粉了，我操，有粉的啊！我不掉钱，我买一场了啊，不掉钱，买一场了，啊，那好伤，肯定的。啊，那多怪赏金啊，他本来不带粉的，赏金啊，赏金嘛，一直中路。这边好像有个小狗，我看到这里，不知道是不是躲了个小狗。哪里哪里？哎，有狗，五 G 狗，五 G 狗，五 G 狗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下路补两个吧，我补绿旗。K K， 你补吧。我把这车子补了，我去那个了。我不想换技能，所以吃小的了。我去野区，我去野区。行行。哎。我操他妈，怎么又去杀你了？我直接。哎，来啊来啊，上来救他，上来救他。救他救他救他！大兔子也可以，大兔子也可以，随便打一个，随便打一个，随便打一个。随便打一个，你们看了没？对面就是群疯狗，我大妈都这个样子还来追我，到不了。为什么？干嘛？有天火没？天火炸死了！天火已经丢了，天火已经丢了，天火已经丢了。挂了 QQ， 挂了 QQ。小关，小关。对面好嚣张啊！哎，挂的漂亮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杀！哎，我大不了，真的，我他妈的，他决斗的人我大不了，真的，不骗你们。就是他决斗，然后你大不了他吗？对，我觉得他决斗的人，我搭他，他不让我搭。哎呦，真没办法，真的，我他妈说到这里都来怼我，好、哦、他妈过分啊，对面啊！我当时就懵逼了，为什么不让我搭决斗的人啊？他决斗的时候我不能给他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哎呦，这不还蛮活了，雪崩。VIP 点金手啊！哎，为什么没搭出去？而且我没搭出去。我急速冷却，好吧，中路。妈一个带雾了，真的，老子一言不合就带雾干了吗？打不死啊，打不死啊，太弱了。双虎人，野呢？哎，上来干我了，我操！吓死人，我操！回复回复这边给我，我们去把幽鬼怼一次吧，但是他是先锋盾啊，有点难。我们两个输出不够吧？你得先把猪毛先打起来。有天火。挖到有天火的，有机会啊！哎，我操，这个 B 又他妈撒粉了！我点的是金条，真的不骗你们。人他救不上我，来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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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要绝对我，他要绝对我，有大吗？你妈逼的！有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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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大！哎呦，我应该，算了，杀不了了，杀不了了，杀不了了，算了。我只能看到你妈的这位置。我应该让他先决斗，然后你在那个，你就刚才站在坡上，别下来。他又来了。他决斗的人我不能给他，决斗的人不能交大。不应该啊，他不能把大给决斗的人。天我！兄弟！哎，我怎么卡了？我紫愿了。哎呀，我真是日了你妈，早都不干了。哎，这个，我紫愿了。好，给你。上了，我现在可以单杀这个。这兔子身上有两个野啊。还有粉呢，哎，下路有针眼吗？下路有针眼没？嗯，应该没有吧。我现在没电了，就死一次，但是没什么卵用啊！我到现在，我去找一下那小狗。很肥啊，这还很肥。我现在节奏不，现在还不是我的节奏。哎，猪猪干你了！我操！我来了！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。你看能不能？我操！完了。这个干贝也很肥，好吧？他妈丢失了吗？那个，妈，那个丢失了吗？五杠一，妈的！我有个两级飞镖，我能 A 两级飞镖加一个残废。两级飞镖是吧？哎，掉线了，掉线了。哎 ，A 他家，你 A 他家，有机会杀 ，A 他家有机会杀。
应该能连回来吧。我开隐身战爵还直接，你那个不用开隐身战爵，你就 A 一下，然后隐身再 A 一下，他死了。记得给 T 啊。我们这边三个点挺肥的。啊，怎么你们好像是打的样子？我怎么感觉我在暂停啊？好了没有？我也被暂停了。开了，我直接开了，直接冲上来，我开了。A 出来。A 不到，好的。算了，走吧。有真眼吗？他没粉，我操！他粉用完了。为什么怪人跟我们玩的时候这么上头啊？你妈逼在对面这么稳！妈的！回家一趟，我的妈的是！我也这么觉得。为什么他妈在跟我一家的时候，你妈了个逼一直送，跟对面的时候他妈不送的？是啊。操！我他妈留不到人啊，没空。我们这边有空子的吗？哎，他们又想下来杀猪，我操！这些逼崽子，我他妈走了。怎么说？我给听两路，当两路，二百五推上。完了，你自己去下线，你自己去下线。算了，我去野区打野吧，去。妈，找不到人，我打远古了，再见。看我不带 TP， 对面不知道我没 TP 吧？我感觉俊男会来抓我，你妈逼！我们这块没什么蹲人技能啊。能把这个中路的视野给了吗？就最好给中路一个视野，别让那个挖岛一直死。挖岛这天火很关键的，上路这个一会儿准备天火，我要杀他了。嗯，反正他直线往后跑，我弄在后面吧，除非他走位，好吧？走位你可以打得到他。这小狗八次，这什么狗啊？这是一只。流浪狗，疯狗，张疯狗，哇，疯狗！我操，假的兴奋症！幽鬼不要开大了，我好慌啊！你们千万别打起来啊！幽鬼开个大，我死了。TP 回去，我怕他们要干我。杜牧在蹲我是吧？等一下，但我这波没有那个野怪，我没有属性。我真不是在蹲你啊，我只是路过这里而已。下路没人去收吗？我操他们这个塔后还有针眼，你他妈被那什么给看到了，他妈已经进塔的范围了，什么塔后针眼，哎，这个鸡，我操，谁拉的鸡啊？不是我，谁拉的？不是我，谁拉，还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开大了，谁拉大了？这谁拉 TP 的？前面看到鸟里面有个 TP 的，妈的，我身上有 TP， 谁他妈拉的？不错，哎，你们自己承认吧，反正我在家里，好吧。哎，我这边开直播，绝对不是我拉的，跟我没关系吧？那 TP 肯定，反正那鸟里面没有我的东西，好吧？我他妈有 TP， 老子身上有 TP 的。哎，这他妈的全兔子在这里，我摸不到人啊！你们都在开直播的吧？我在开的，真的我没 TP。都在开的吧？你们骗人会被水友发现的。哎，有个人啊！真的，我他妈的好无语啊！打到我来了。把他丢了，他死了。军团在这里。嘣！哎，哎，好无语啊！哎，这边还没死吗？啊！没打到。谁宝石啊？人呢？来了没有？感觉已经有一点点崩崩的了。有宝石？有宝石吗？有宝石吗？不是，我不能出来搞节奏，我现在。刷你，那你去刷吧。那边救我挖刀。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控制啊！我就大到人，就别人就直接走，点反应就给走掉了。安死他们！好的吗？还差一下，啊、天王打不死啊！谁保持 ？DS 保持。没看到吗？看到没？这个狗。为什么对面战斗力这么强啊？双套啊，前期。双套加那个冲脸，我们他妈没空。我们这边真的是零控啊！你扫妈了个，不行，老子要去带一会儿了。感觉我找人也没什么卵用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只能一直。小狗就起了个减速的作用，感觉大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还是我操，我这个拿不到那个吹风了，吹风过来我就太蠢了。零控制，给我一个挖了，给我一个，都刷吧，我去都刷吧。好，拖后期，各凭本事，各凭本事，这把只能各凭本事了。张三丰，各凭本事，哎，各凭本事吧。谁？
谁在死，这把锅就谁接，好吧？从现在开始，前面的都不算啊。谁在死，那就是谁菜，我只能说。对对对，前面的都不算啊。我不管，老子不管。前面都不算吗？你妈逼死七次，你个逼！啊，前面不算，前面不算。前面不算，前面不算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吧？哎，我们说到。从现在开始，谁死谁菜是吧？行行行，我死了，抓不到人啊。是我菜。啊？为什么他？哎，他上路，他上路，救他妈！单杀我呢，救我了，真的，我死不掉。我下路应该没危险了。我他妈怎么可能死啊？偷塔，偷他妈的！嗯？哎，凌空阵容打得好烦啊！哎，你别把野封了，本来野就少。这毒龙，你妈都这么小的？杀不掉的。心理学家个梅肯吗？哎，这福哥，这福哥，这福哥。不过吗？什么时候换技能？换个网子，感觉还挺好用的。妈逼的！又来，又有决斗了！哎，他个逼决斗一次性用都用两次的，好菜啊！下路啊，谁死了？哎，我来了。有粉的，我有粉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粉他有。我两个。军团来了，干他！军团没决斗，怎么了？听我打到了啊！Nice，还能杀？还能杀吗？军团没决斗，军团没决斗。这个，军团没把他杀了。哎，我去你妈！完了，没事，他找不到我，他有宝石，我知道，现在还看到。他什么不了我，杀不了我。跑过。Nice。哇，怎么能出不来？听说你不服，快了，还差一剑。哎，我们尽量往后拖吧，后期感觉无敌啊！我们的阵容啊，我们的阵容后期绝壁无敌，真的。是啊，多姆两个大，加他们多大人好吧？两个大五十分钟。一连好吧，刚才刷新十一连。刷新十一连吗？不然再。来宰这条猪了吧，赢不了，怎么赢不了？你看对面的人，你以为对面很肥吗？竟然就一把跳刀，我马上一张了。哎，猪强，我不该玩你的，你觉得呢？你妈逼的，跟老子有鸡巴毛关系啊！哎，这有人，这有人，我玩你他妈被，野区有人，就这里有人，小心，这反正马上小心啊！我知道，我去杀狗。聊我用一下，很关键。他们是在打蹲啊？哎，没事，我去杀小狗，我操！一会儿这准备天火这儿。他妈就一个假腿加一个跳刀，有什么逼用啊？我先锋盾了，给我吧。我操，天火，先天火。都说好了，各凭本事。啊，谁？啊，你单杀了，天什么火？只能说我这眼做的简直极致，根本反不到。哎，我操，来了！我操！你他妈这眼有逼用啊？抓打野的，20分钟，嗯，反到了一个，这个兔子在憋羊刀啊，对面也扫控，妈的一群狗逼 ，A 杖，但是现在 A 杖效果伤害还不是特别高，都16级，打不死他，哇，打这个龙有点费劲啊。他妈的，这毒龙杀不了啊！1400血，主要这毒龙我们没有瞬间爆发能把它打死。挖到一个风杖，这幽鬼看能不能带到这波线来，带到这波线来我可以杀了。打完这波回去了。哎，上路等我，他再收一波我可以杀他，我感觉他还会再收一波。我来了，我感觉他不会收。哎！嗯。我一张大，这个哎，这个逼钻了，小狗钻了，狗逼，他没有宝石效果的，快点捡宝石，哎、捡宝石了吗？宝石捡不到，我死了，我他妈没吃野怪的。还不是我的大人头啊，这个逼幽鬼他妈的，小狗钻了幽鬼的，幽鬼飞出去他妈的一个大，哎，完了。妈个逼！这个小怪为什么在我他妈的刚才那一边的时候，操他妈一直送，操！不在。
现在还不是我的天下。哎，我们找机会把这个盾给，我们找机会把盾偷了，上山，真的找机会把盾偷了。我们两个就可以，我们两个就可以。可以，我感觉可以的。哎，中路这个，咱得点。我这外皮凭什么这么装逼啊？哎，这个逼凭什么装最屌的？对啊，挖了你可以连死他了，挖了这个你可以连死他，他就1400连血，这个军团。居然有跳的，居然有跳的，不好连。赏金来下，赏金，赏金来下，赏金来下，这逼没来的，没来的。行。他妈的，兔子又在！哎，他还做眼了，他还做眼了，给血，给血。跟着他。来，砍他！不要急！你妈了个逼，喜欢做眼？可以。喜欢做眼。这边有眼。老师说送。哎呦！我操！老师在主龙身上。哎呦，操他妈！那他们打个死网，随便怼的不？能不能救他？不要让他这样被粘啊！再靠！我操！这么久都没人来吗？刷新五十连呢，刷新五十连！我哪刷不刷新五十连？我现在。来，我来了！他们想干我。对面不敢冲你脸的，对面不敢冲你脸的。对面不敢冲，对面不敢冲。哎，我真他妈吐了。嗯。你不说谁死谁菜吗？你怎么这么菜啊？嗯。对啊，我才死了一次，你他妈的死了几次啦？你他妈一个八，你不菜。你他妈一个八，说你只死了一次。说从那开始，我是不是就死了这一次？但是你还是一个他妈有道理啊！你说话真是他妈的这有道理。我操，上升你脸皮好厚啊！没有，我们讲道理嘛。我来了。开始说的是不是？我们要讲道理，不能不讲道理啊！差点，天我死了应该。我操，怎么这么肉啊？这都没 boss。我操你妈！哎呦，老子气掉吗？这个小怪已经开始，小怪已经开始有点调戏你了。哎呦，我他妈好气啊！哎，怎么又死了你们？哎，我俩刚才没有吹风吗？你们好菜啊，真的！就我哥烧成这个吗？对啊，没有，你刚才吹风天火他就死了。对啊，吹风天火。我菜！把这塔拆了，快点！把这塔拆了，你们能不能稳一点啊？别死了，真的！真的，你们别送了，别送，真的！别送了，拜托你们了！能赢是吧？这把你们别送，真的能赢，真的！妈的，但这个真的能杀，操，气死我了！嗯，他们中路来怼我了。能不能救我？哦，算了，我不卖了，救我，我要死，又说我菜，算了。想了一下，还是跑吧。谁死谁散。上山出个板甲，各凭本事啊。各凭本事，自己玩自己的，别教别人玩。教别人玩，别人死了要嫌你菜的，真的。哎，怎么还发盾？我的右鬼怎么这么嚣张？被怼了。他妈，他们直接开大了。这个逼开个大把我给堵了。闪失了这个逼！妈的！哎，别送了，真的，别送，能赢，真的能赢。好，买活。哎呦，雪崩啊，这把！哎，能不能守啊？能不能守啊？高进，能不能守？可以给。我在拆对面的那个。想要给谁的？别急，我把这个塔拆了。我快 BKB 了，他们都没带宝石，他们都没带宝石。都没带，五个人都没带。哇了，先消耗一下，我 TPC 的来，还有五秒，还有五秒 ，TPC 还有五秒。对他们一波。宝石带过来了，屠龙带宝石。我可以大屠龙，可以大屠龙，屠龙没宝石效果。五秒有那个。真的，赶紧来。五秒。好了，已经好了。我大了屠龙，屠龙没宝石效果，屠龙现在没宝石效果，对面看不到隐身单位。我来了。我死了，我操，来得真晚啊。不是我 TPC 的，我们人呢？妈的 TPC 加速，我来了，哎，毒龙保没有保持效果的，他被我大了，杀小狗，他死了，
啊，是吧？龙什么毛病？不打毒龙为什么？毒龙什么毛病？我操你妈！没毛病啊！哎呦，别急 啊， 都说了来不了啊，可以了。我他妈 TBCD 怎么回啊？急死我了！啊！还二十秒，活二十秒，活二十秒，活！我就操你妈！急了吧？我想投降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能赢，能赢，能赢啊！一杠十，能赢，能赢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这个 B 一杠十啊，只要说了不死十六是可以赢的，好吧？啊，这锅我不接，好吧？至少我杀了一个人，是吧？不像某些人零杠三、零杠五啊什么的呀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死十次只杀了一个人，我宁愿死五次不杀人，好吗？是谁我就不说了。还有四个助攻，是不是？参战率五个，还有比我少的吗？也有啊，还有参战率三个的。我也不知道谁了啊。我们家莫上双双栏杆吧，怎么样？莫子大啊！开五，快来双双栏杆！来，这里。为什么双双栏杆啊？莫子来，莫子在哪里啊？莫子，我就开上了。莫子在这里，莫子在这里。上开五，我们两个来上开五。操你妈的！这个逼在出，这个逼在出龙心啊！吴一章，哎，我这跟着上来关机。他不带了吧？还带五点睡着，什么毛病啊？还他妈带？等下吃个野。我不知道你啊，我不知道你几点睡的。你叫我七点给你打电话，我就打电话给你了。能吹他吗？能吹他吗？先把他吹起来。但是阿瓜，我现在很肥。哎，我现在已经是，我现在已经是11-1了，特别肥。大走了，哎呦！你不是1-11吗？哈哈，你看错了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我们还没动手，他们就飞走了。不是，把他们家宝石给缴了。别动手了，这别动手了。好，他们打完啊，能不能把他们家的宝石给飞了？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吃个怪，吃个怪，有的，听不有的。来啊！打吧，这不能打是吧？来啊，不管了，打。不管了，我给上了怪大了。部队的英雄有毒，真的。说打的呢。你我在打，反正上干的，上了，赢了。我弟弟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我操！记了吧，记了，重开，什么屌阵容啊？一零控，骂完了烦。我也敢。